世界上最好的海是加勒比海，像玻璃一样轻。干完了，你可以去世界上任何地方。哥，会有意外吗？有意外很正常。重要的是，有我呢。 先生，请不要抽烟，谢谢。我没抽，您来吧。我教您办成业务。我存款。没事没事，现在还差几个号就到您了。这个女孩看起来不错呀。你男朋友了吗？啊，还没有呢。嗯，还行，我喜欢。有钱了，什么女人都有。哥，你会陪我去潜水吗？ 谁是韩晓慧？你好，同志。请签收。等一下，送错人了。谁是韩晓慧同志？哎，我是。请签收。退回去吧，我不想收。后悔了？这是窦经理送给你的。 我不喜欢玫瑰花，退回去吧，我不想收，退回去。请签收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轴啊？让你退回去就退回去吧。你们是在搞演习吗？我不说出去。是，到那边蹲着，维持一下秩序。 不许抽烟！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别急，这儿堵车，警察没那么快。不是演习啊！放！人质被劫持，还有2名案犯在里面。我叫你放开我哥！你放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警察，我是好人，他是坏人。哥，你没法陪我去潜水了。闭嘴！放开！我。 放开！我不！等等，这次你输了，是你赢的侥幸。哎，我同志，签收。后来这个警察就来了。走。当时现场可混乱了。 可是我一点不紧张。我这叫人先打理一下局势，我们下楼。一二队准备收队。哥，好好养伤。我叫老三，大名，嘿，有，王头，有什么好问的？你抓了我这么久，你对我了解比我自己还多。别着急，慢慢聊。我当过2年潜水兵，我终于积累了。提前退役，溺水，救战友溺的水，受伤了啊，脑袋。 我弟弟怎么样了？我可以走了吧？以后有危险的话找警察，别承认。我以后见到坏人，我还要打。我是坏人，打。坏人都需要教育。游戏结束了。如果再给我次机会，你赢不了我。你没机会了。有机会。 我还想当兵。别抽烟了，最后一根了。本事够大的，勇斗劫匪，跟你学的。你要是在我们队里啊，这次立2等功。哥，谢谢你救我。救你的是那个傻乎乎的快递员。我在给他做笔录的时候，他居然还批评我，说万一我那枪要是打不准怎么办？还说我违反纪律，真有点二。不过说实话，我还挺佩服这家伙的。他叫什么？他是在发现了骑摩托车的抢包歹徒时，挺身而出，用自行车砸倒歹徒，并与群众一起将其制服。有网友称他是今年中国最纯的野马。老三向这位战友致敬。 抓小偷，踩我车了吧？我在抓小偷。抓小偷，踩我车干嘛？这么宽的马路，干嘛要踩我的车抓小偷？你看你把我车给踩的，你看这大小印子都不远行了。抓小偷有警察呢，你别蒙我了。你们这俩小偷，他是小偷，我不是。我看你就像老三，他砸了我的车，偷了我的包是吗？嗯。 我赔。下午工作时间到操场集合。你！这就好了。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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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脑袋的伤不容易好，我有经验。其实，在外地培训这段时间，还挺想你的。 你呢？老三，咱俩的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你是我男朋友吗？不一定。过两天你跟我哥见个面聊聊吧。我上次在公安局跟他聊过了。你不怕坏人，你还怕警察啊？不一定。哎，韩队，哎，韩队，你看咱都这样，你踢球，还赌球，你不输谁输啊？快点儿，开会了。局长，参加过多起绑架抢劫。这小子有点身手。 他以前是散打冠军，有很强的反侦查力。今天凌晨越狱，黑勇父母双亡，唯一的弟弟在去年银行抢劫案中受伤，现在是植物人。这家伙很难对付。韩队，2年前的事儿没忘吧？监狱离这有多远？100多公里吧。黑勇啊，肯定不敢回来。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，有咱韩队在这呢。你说呢？他可是你的老对手。什么事儿就要发生了，什么意思？真正的爱情就要来了。不对呀，昨晚上没有多大的风浪，你们的船怎么会沉了呢？小伙子，我怎么看你不像是渔民啊？你住在哪条街呀？ 阿姨好，怎么了？得什么病了？我女朋友脑袋疼。公共场所不许抽烟，再让我看见你抽烟，我就让你把烟给吃了。还有烟盒。放在棺材里。用工作。哥回来了。我挂头疼专家号没了。我挂专家号。哎，后面的专家号没了啊？没号了。我们这么早来？我挂头疼专家号。你是谁？是他朋友。请问？ 他不会醒了，对吧？对不起，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。哎，大个儿，专家号要吗？头疼，头疼，别说头疼。 屁股疼的专家号，我这都有。屁股不疼，屁股我头疼的时候屁股疼。这消什么气儿啊？你这有理了，这号这。老太太，你嚷嚷嘛呢？哎，你还敢打人呢？打你，打你呢！好样的，好样的！呀！我在打坏人，打是。大家不要想，这全都是专家号，神经科的同志。给我，好小伙子，真棒！泌尿系统科的同志。汽车站、火车站、国道还有码头都已经布置了，他跑不了了。别再违反纪律。你说的啊。大夫说要按时吃药，成人一天一次，一次两片。大夫说要现在就吃。嗯。韩队，没有异常情况。你去布置一下，24小时给我守着。是。哎，哥，有任务啊。 刚才那个快递员，老三，你跟老三，我挺喜欢他的。我觉得他这人倒是挺不错的。哥，我的事我自己决定。陈队，我们已到位。知道了，马上过来。可是他脑子有问题。我觉得是你脑子有问题。对了。 那个黑佣潜逃回来了，自己小心点。跟我没关系。关军同志的快递，前台不方便，给台外送。谁的邮件呢？送错了，送错了。是关军同志吗？送错了，送错了，重名了。 这是市南区法院。你傻啊？请问，这里是不是万火楼9号？不知道。等等，这里到底是不是万火楼9号？等等，你别紧张，这里很安全，有我在，这儿没坏人。谢谢。坏人虽然还没出现，但是只要发现敌人，就要勇敢去战斗。是。 老三，到，过来。老三，你知道吗？见义勇为和抓逃犯不是一回事儿。我知道，但是所有的坏人都是我的敌人，我要跟他们战斗到底。你只想要战斗，那我呢？我们怎么办？ 我们，慢慢来。你爱我吗？我明天再告诉你。我怎么说？跟你们玩玩，有你啥事啊？哥，哥，这是教授。黑哥以前出手帮过我，我欠他一情。你怎么没说是个女的？这事没他，他办不成。 60秒就会爆炸，威力也没多大，就是能把人炸成两半。这个也叫枪？这把不卖。何勇昨天晚上没有来，他今天不会来，保持警惕。嗯。老三，有什么话想和政委说吗？嗯，报告，什么事儿？昨儿犯错误了。什么错误？笑什么笑？驾驶一辆大排量灰色摩托车向大救护车飞去。哎哎哎，这样就走了？ 是坏人吧？少管闲事儿。没吃。黑哥，你这么玩教授够狠的呀你！是他自己找的。我的修理厂又可以开业了。钱我先帮你拿着，明天把事情办完了再分。教授来电话了吗？ 老三，老三，生日快乐！是这吗？你先许个愿吧。我祝小慧头疼，早点好。哎呀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可是大夫说，你一激动可能会昏倒。拍照。 老三，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。你打坏人我并不反对，但是打架也许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对，打完坏人之后，我还要再教育他。 韩警长，我有事找你。我知道，是逃犯的事吧？是你跟小慧的事。是我违反纪律的事。违反什么纪律了？前天晚上。 哥跟你说什么了？他就想问咱俩的事儿，违反纪律的事儿。你没后悔吧？你以后就是我老婆了，对吧？不一定。老三，来，我爱你。昨晚睡了。 走走。这是万火楼9号吗？打开。不就是离婚协议书吗？你不是早就离婚了吗？我现在欠了他这补贴，请出示你的证件。事已经很清楚了。哪清楚啊？小慧，我是老三。老三救我！现在签了字不就离了婚了吗？小慧，你怎么了？小慧，喂。他是黑。黑？什么黑？黑什么？哪儿黑？ 小辉，你是不是碰到坏人了？小辉，你告诉我，我去哪儿救你？我等你来救他啊！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碰小辉，我这辈子不送快递了，我让你死的不痛快！喂，好啊！小姐，我要投诉你！不干了！黑，什么黑？ 黑社会。警察，你是要你妹呢，还是要抓罪犯？我是越狱犯、抢劫犯，说不定还是杀人犯，所以你别乱来，因为我一想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我是有仇必报的。我知道。 现在对你来说，除了你弟之外，任何人都是可以杀的。你真了解我。我弟就算被你杀了，韩队，赌球那杆子我……你还想单独抓我吧？你少他妈废话！别管了，进去说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拿我弟弟换你妹妹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别动我妹妹。你也听清楚了，我今天就要交换。 等我电话吧。对了，我就算报警了，黑哥，亏你想得出来啊！这个警察干得出来。老三，这一定是场艰苦的战斗，只许成功。 为什么？不仅要斗勇，还得斗智。记住，智慧的智。警察。 你是要你妹妹？谁是黑社会？谁是黑社会？哎呦喂，怎么是你呀？怎么了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拿我弟弟换你妹妹？黑哥，听说过老三吗？老三，这人脑子不大正常，有点二，总爱管别人闲事，我们都躲着他。当年就是他坏了我的事儿。黑哥，弄他吧！这种傻子我不惹，只要他不再捣乱。哪有黑社会？ 会不会走路你啊？你会走路吗你、啊？看什么？你看你、啊，看什么？你不认识我、啊？你见我一次打我一次，我已经改邪归正了。你说，你是不是黑社会？黑社会哪有黑社会啊？有在哪儿？洗浴中心可能有。谢谢啊。 啥呀你？欢迎光临。御区南边一位。哎，你好，先生。我洗浴还是按摩呢？我洗浴还是按摩呢？我不一定。那您再考虑考虑。 找人，找人也得先换衣服。嗯，这边请，谢谢。下得来啊。哎，你说昨天晚上那球他怎么踢的？哎，你管他怎么踢的，赢钱不就是？那倒是，有钱挣就行。集合，这儿呢。不走。谁是黑社会？黑社会。你看我像不像？嗯，像。社会在哪儿？你谁呀？我老三。社会在哪儿？社会在哪儿？ 教会在哪儿？找我，叫我慧哥。你是谁？我就是小慧，这名字好多年都没人叫了。那理由是谁？小慧在哪儿？我真是小慧。走。 慧哥，你实在有点对不住啊。在7号工地展示面发现异常，你们待命。韩队，我是小勇。说，刚才抓赌球的行动抓到了慧哥，他是庄家。好，不过他们人没到齐，我们就动手了，因为那个老三，他想见你。我不想见他。韩队，他不断说你妹妹被坏人抓了，带他过来。 你在什么位置？韩警长，有件事情你不知道，小慧现在……韩警长，小慧，小慧的事不用你管。 你这么乱来，只会害了小慧。这，嗯，那你们警察想干什么？你叫着我行吗？不可能，回去吧。你跟小慧没有关系。我都违反纪律了，我跟小慧有关系。你滚！有你这么当哥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小辉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你想干什么？跟谁说话呢？小辉以后是我老婆，我不同意。你同不同意？她都是我老婆。 哎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应该去哪儿找小辉？你有完没有？我没完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救小辉，就凭你？你瞧不起我？ 局长让你马上回去，我这就回去。走。你这辆车在这留守，等我命令。是。哎，警察，我怎么办？我该干什么？哎哎哎！都说混就混呢。来，醒醒！ 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省厅要求我们尽快破案，时间24小时。用不了。老弟弟，换你妹妹，我今天就要交换，等我电话吧。局长，我的计划是这样的。 警察不换人，这小美女就没用了吧？甜的。听说，每一段爱情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最美好的，但时间长了，往往就平淡了。平淡，挺好的。嗯，我也喜欢简单的爱情，好好保护吧。是保卫。保卫爱情。嗯，挺甜的。 你是黑，我是黑勇，大英雄。你的小慧在我这儿。你在哪儿？小慧在哪儿？你想干什么？傻子，你想见她就得乖乖听我的。你说，你想干什么？帮我维持秩序。只要小慧安全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干什么都行。走到路中间。 喊什么？我是老三，是个大傻子。拦个车，抢个包，我不干坏事。那你的女朋友可就……喂，嘿，怎么是你啊？还认识我吗？还知道我是谁吗？包，你的包，我的包，把你的包给我，我用你的包用我的包，我女朋友给你女朋友，我还你。警察，坏人抢包！ 你家老三救不了你，咱俩玩玩。哎，你跟玩玩，别动啊！哎呦，我还就不信了我。干嘛？你干嘛？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你为个女的，你都不能动。我动怎么了？试试。走。 杀了我，对吗？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有点疼，忍吧。通知医药小组集结待命，抓捕黑勇。我会直接跟局长联系。你们几个收队。我走了，谁留守啊？我让你收队就收队。逍遥，如果我有疑问，我不干，把钱给我。好，我奉陪到底。我告诉你。 你们赢不了的，事儿没办完，没有你的钱。我欠你的钱算还完了啊！我是老三，你是谁？把枪放下。 把枪放下！韩队长，你是警察里枪最快的，今天可别手软啊！ 斌子，你喜欢的这个女人，哥让她来陪你了。是什么？别乱动！没想到吧？还有几十秒就会爆炸，威力也不大，就是能把人炸成两半。爆！哥，把我手解开。没有别的办法了，你在这，我冲过去。 哥，对不起。下跪！说过，你不捣乱，我不惹你。 这次我赢了，哼！警察，游戏结束了。你赢了吗？不一定。报告局长。 黑龙乐章，慷慨大奖。你不是玩教授吗？你不是玩老三吗？被谁玩了？这事人有生命危险，我去报警，保护好先生。小辉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谁打你的？你没事吧？你告诉谁打你的？我一定来。这什么东西？韩警察，出什么事了？出什么事了？ 好玩，你不是好人吧？等等，这个是我的，拿去玩去。说过，我让你们这帮坏人死得不痛快！ 记住，我是老三。 我想过规矩的日子，我想要简单的爱情。是你们这些坏人在捣乱！我的任务就是跟你们这些坏人战斗到底。我也知道，打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但这就是我老三的办法。正义永远会战胜邪恶！哥来接你了。 警察来了，小辉，你醒醒！ 哥呢？他受伤了，他是好样的，你放心吧，警察来救他了。坏人都被消灭了吗？不一定。哥，你会陪我去潜水吗？ 在海里，通缉犯根本不是潜艇兵的对手。经过几轮战斗，敌人最终被击沉了，正义再次战胜了邪恶。对了，大夫说，你这种头疼很难根治，要坚持吃药，每天一次吃2片。小辉吃药。 没事吧，哥？老师，我真服了你了。韩警察，你同意我和小慧好了吗？不一定。有一种力量是专为消灭邪恶而存在的，那就是我。我不求金子银子，只要平凡的日子。在关键时刻，我要变成另外一种样子。不再不车之放之，只想做一个汉子。在每次战斗之中，多给敌人几下子。我不是所谓君子，也不需要什么面子。在逼着骗子面前，我是锋利的刀子。是不是有了胆子，也就变成了傻子？好吧，就这么着吧，就这样一直到老头子。有完没完啊？我是一个简单的士兵，我知道总会有点不公平，在每个征战的沙场，胜利是必须做到的事情。 不是所谓君子，不需要什么面子，在痞子骗子面前，我是锋利的刀子。是不是有了胆子，也就成为了傻子？好，就这么着吧，就这样一直到老头子。我来这儿师兄找，好，停。歇会儿，歇会儿。 我妈会心疼的。我也会有了妻子，有个天真的孩子，我也会继续唱着这首拧巴的曲子。我宁愿每个段子都能变一颗种子，让正义的果子丰收，伴着他们一辈子。可以说我是疯子，还说我快乐男子，可路见不平是我求生最大的乐子。我不绕弯子，不掉链子，不玩花架子。 好吧，就这么着吧，就这样一直到老头子。有一种简单的爱情，我愿做寸步不离的士兵。保卫着平淡和安静。好吧，就这么着吧。 这是我最最爱的事情。你可以说我是疯子，还说我坏了脑子。可路见不平是我此生最大的乐子。我不绕弯子，不掉链子，不玩花架子。记住，我叫老三。一个不简单的名字。 真的冷，他真的冷。陈姐怎么样？还能坚持吗？没有，我替你吧。来二遍，我都给你来。接着来，要做硬汉，就必须要浑身是伤。你看，汉不过就是硬汉。